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参加第八次文代会的艺术家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韦翔东。我是董毅。非常荣幸呢，由我们二人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百花芬芳，热烈庆祝第八次全国文代会胜利召开京剧演唱周系列演出的第二场演出。是的，朋友们，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喜爱京剧、关注京剧、支持京剧，中国文联举办了这次的京剧演唱周。我们将从11月1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11月18号，举行七场京剧演唱会，相信一定会让朋友们大饱耳眼之福。那我提议，首先在这里啊，咱们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主办方，感谢中国文联给予我们这次京剧界的饕餮大餐，谢谢他们。谢谢。本次京剧演唱周呢，堪称当今中国京剧界的一次全运会，一次大团圆。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整整100位京剧艺术家呢，将先后登台亮相。他们中间呢，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家，也有目前活跃在舞台上非常正值年华的中青年一辈的京剧艺术家。他们中间啊，年龄最小的只有25岁，年龄最长的呢已经当近80岁了。所以啊，这样的庞大豪华的阵容呢，在新中国的京剧史上堪称开天辟地的第一回。是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京剧演唱周的第二场演出，是由中国戏曲学院第四届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在读研究生们为您奉献上的一台专场演出。那首先我们将要请出的呢是谭门第七代传人，曾经在 CCTV 第五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上荣获了老生组第一名的谭正言。他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捉放曹选段，我们掌声欢迎。掌声有请正言。
不自得，但天人奈在心间。大家的鼓励，接下来再给大家演唱一段谭派的代表作《定军山》。接下来登场的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年轻的荀派传人 CCTV 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花旦组金奖得主唐和香，他将为大家演唱荀派的名剧《红娘》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唐和香。为您演唱一段《红娘》，希望您喜欢。
谢谢大家的鼓励，再为您演唱一段也是荀派名剧《荀冠娘》当中的娃娃调二六。世纪的60年代，有一部京剧电影《杨门女将》，可以说是轰动海内外，让很多朋友记住了其中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巡营》这段。那今天要为您演唱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黄丽珠，这段唱可是她专门根据京剧名家，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金华老师来学的，相信今天一定会有上乘的表现，我们掌声欢迎她。
防守一时难攻，后应接连葫芦谷，这桑镇中的选段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上场的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一位优秀的梅派传人，他呢是梅葆玖先生最小的一位入室弟子，今年只有26岁的张新月，他将为大家演唱梅派名剧《凤还巢》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张新月。母亲
为大家演唱一段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谢谢张馨月。朋友们，中国戏曲学院啊，现在已经成功的举办这是第四届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了。可以说现在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活跃着的中青年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出自于青年班的学员。他们通过在学校系统的学习啊，自己的艺术修养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我相信朋友们看了今天的演唱会之后啊，一定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好，接下来为朋友们邀请出的是来自于云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朱福，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叶派名剧《罗成教官》。熟悉这出戏的朋友们都知道，其中有很多大段的唱腔很有难度，颇见一个演员的功底。比如说我们要听到的二黄转西皮这段。好，我们掌声欢迎朱福，有请。
黄道义不叫陈去马，何杀之力去了兵，从陈氏杀到五十阵，五十流沙惊黄魂，连杀死南我的命，已经各难留余军祝福下面再为大家唱什么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我师父的代表剧目《壮别》的《浩然正气冲霄汉》，请欣赏。
好，谢谢朱福，谢谢朱福。接下来上场的呢是来自福建省京剧院的文武老生田磊，田磊呢将为我们演唱余派名剧《上天台》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田磊。
演唱一段红声唱段古城会选段。谢谢田磊精彩的演唱。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国文联主办的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的第二场演出，是由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第四届青研班的在读研究生们为您带来的专场演出。那这些研究生啊，可以说来自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且他们还荣获过众多的奖项。有一个奖项很多人都荣获了金奖的第一名，那就是 CCTV 举办的第五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下面出场的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荣获了花旦组金奖的第一名，他就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常秋月。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剧《白蛇传》中的唱段，我们掌声有请。Thank you.
擦一擦，非常的入戏。那接下来继续给我们带来的是哪段？是孙玉民老师教授我的《霍小玉》荀派剧目。好，我们掌声欢迎。
接下来登场的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叶派小生，他呢是本场演出中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的演员，他是蒙古族，他呢就是来自于北京京剧院的包飞。
包飞请留步。刚才包飞为大家演唱的这段唱呢，是叫《罗成托照》。那么唱完了这一段生僻的戏，包飞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段子，能告诉我吗？那接下来呢，我再为您带来一段叶派的《白蛇传》中许仙的断桥的一段流水，仙只想拜佛早回转，请欣赏。谢谢包飞。朋友们，提到张君秋先生创立的张派艺术，我想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了。他是继京剧四大名旦之后的又一影响最大而且是学员最多的一个旦角的流派，曾经出现过十旦九张的局面，而且有很多的剧目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和喜爱了，比如说像曾经拍摄成为京剧电影的《望江亭》，像《西厢记》，像《诗文会》等等。那今天要为朋友们邀请出来的是来自于天津京剧院的张派青衣，薛亚平先生的亲传弟子，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曾经荣获很多奖项，比如说像 CCTV 第五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上荣获金奖的获奖选手江一山，为我们带来《诗文会》当中的唱段，我们欢迎。
鼓励，再为大家学唱一段《望江亭·大唐》的二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好，谢谢江一山。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演员呢，也是一位得奖大户，他曾经在2001年和2005年 CCTV 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两次获得老旦组的金奖，他呢就是来自于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青年老旦演员李明岩老师的高徒康静。康静呢将为我们演唱李派名剧《打龙袍》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康静。
下了很多心，金色里庙一位来拨听，他倒是为娘我产生邀请，老王爷一见怒气上想，为娘我通知了那五门外文禅心，多亏了满城文武来投奔，想为娘我打住在那行不远远用门的巡监军，他二人一计不成而起身，约定了八月十五过个冷风亭，多亏了陈阿丽来报信，想为娘我就住在那陈州火娃还要八生存，过日里讨饭苦吃不尽，到晚来我想将温热想着为娘一阵一阵念苦命，多亏了陈州房梁小包身，天气庙内走把六安神，包身他回了朝走一奔，而就该你准备下了龙居风帘，一步一步一切为娘指了皇城，不谈不准忠良本，敢把包身上房身，若不是老身因他记得准，写信儿女上村庙那恰还知良心，天子一等我越思越想心痛恨，不由得哀家动我民，对视看那狂紫金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代京剧李奶奶的唱段《闹宫潮》。铁梅，不要哭，挺起来，听奶奶说。谢谢康静。确实熟悉康静的朋友都知道，康静虽然年龄不大，康静来，熟悉康静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康静啊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成名很早的小老旦，应该是从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观众熟知了吧。对对，我从6岁开始学戏，九岁呢就参加了北京市的比赛，那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次搞全国的少儿的这种比赛，在北京搞的。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间断的学习用功，所以说现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欣慰。那今天这么多观众这么喜欢你，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演员艺术家都是两段，让您来破例来唱第三段，你打算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喜爱你的朋友们演唱哪段？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那么不多占后边的时间，再为大家演唱一小段《吊金龟》的叫张毅，谢谢。好，有请。谢谢康静。朋友们，提到京剧的四大流派，旦角的四大流派，朋友们都知道梅、上、程、荀。那荀慧生先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啊，塑造的是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的艺术形象，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像红娘啊、红楼二游等等。那今天我们就有请来自上海的京剧名家荀明霞为我们带来红楼二游当中的唱段，我们欢迎他，有请。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对我的鼓励。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也是荀派名曲《红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日思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命。好，谢谢明霞，谢谢明霞。大家都知道，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庆奎先生创立的高派呢，以慷慨激昂、高亢见长。那么由于高派传人呢对嗓音的天赋要求呢非常高，所以当今京剧舞台上高派传人呢不是很多。接下来上场呢就是一位正宗的高派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先生的入室弟子，来自吉林省京剧院的倪茂才。倪茂才呢不仅是剧院的挑梁主演，同时也是剧院的管理者，他还是吉林省京剧院的副院长，同时呢他还是第四届京剧研究生班的班长。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倪班长为大家演唱高派名剧《逍遥津》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倪茂才。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面呢，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汪派名剧《马前泼水》选段，请大家欣赏。谢谢倪茂才，嗓音真的是高亢明亮啊。
朋友们，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叶派小生金喜泉。那首先他为我们演唱的是《小燕》当中的唱段，我们欢迎他，有请。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飞虎山》选段，希望您能喜欢，谢谢。接下来上场呢，也是一位曾经在2005年 CCTV 第五届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获得青衣组金奖的一位演员，他呢是来自天津京剧院实验团的优秀程派传人吕阳。吕阳呢是李世济先生的高祖，今天他将为大家献上的是一出程派名剧，但这出程派名剧呢是经过李世济先生重新整理加工提高的新程派的一个剧目《祝英台抗婚》，掌声有请吕阳。
谢谢大家。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大灯殿选段。
谢吕阳。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杜近芳先生的高徒陈淑芳。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也是杜近芳先生的代表作了，京剧现代戏《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唱段，有请陈淑芳。Bye.
深切教训，做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为大家演唱一段，还是红色娘子军选段，接过红旗肩上扛。接过红旗肩上扛，接过新烈手中枪，扛着英雄足迹走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放眼看天下风雷阵吧，天北霸天，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照耀着我们的是永远不落的红太好，谢谢陈淑芳。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呢，是今天本场演出的唱大轴的演员，他呢就是来自于天津京剧院的一位优秀的文武老生谭元寿先生的亲传弟子王平。王平呢可以说是本场演出中啊获得大奖最多的一位演员，他获了很多奖，他曾经两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曾经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还曾经获得文化表演奖，还曾经获得过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优秀表演奖。那么今天呢，王平将为我们演唱谭派名剧《战太平》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王平。
到金陵办救兵，你若不念夫妻也千万莫丢小招，真是我燕子换唐文宗。谢谢，唱一段《三家店》献给你。两生儿连心容，儿行千里牡丹留，儿想两生难叩首，两相儿带了你双柳，眼前的红一坠落在西山红，叫一声姐才把点头。谢谢王平，谢谢王平。亲爱的观众朋友，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第二演场演出研究生班专场演出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演唱会的热情和支持，感谢主办单位，感谢中国文联为我们带来的京剧界的一大盛会，谢谢。同时呢，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演员和所有的演奏员。祝大家晚安，再见。晚安。